台北市大同区高岛6030跑步机，更换下控跑带皮带，加装散热风扇保护回路，进阶大保养，全机内外吸尘清洁润滑保养。更换下控保护回路散热风扇，更换跑带皮带，跑板加吸油润滑，启动测试、负载测试、电流测量，将跑步机一到房间就定位完工，将师傅的日常。谢谢收看。